我知道啊，他现在跑那个，他现在调那个亚洲美国东海岸，他一定会进来啊。对啊，只是说调美国东海岸会比较久一点。他本来是跑那个地中海的，他调航线。如果他今天是跑地中海的话，柜子就不会那么少了，柜子一定是全满。已经大概89%有了呢。没有，这个还算少，这个因为他调美东的关系，他最低大概到30%。晚一点，那个等墙上的出场，他会出来。上是今天吗？对，半夜出场。半夜出场，半夜出场。3点时间进港3点啊，没有，它是2点。1月23号那一条。24万吨第三基本上要进来，长马长标，长半长椅长标，对，1月23哦，哇，太了解，应该是啊，1600跟6400啊，16，很烧啊。